個電單車司機其實係中度嚴重啊，因為嚟到咧，我哋同事見到佢瞓咗喺地下噶啦，咁啊喺現場即時同佢做呢、這個即係急救服務啦、包扎啦，咁跟住咧就送咗醫院盡快啦。咁另外嗰、那個中度嚴重嘅傷者咧，就喺小巴上面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女乘客嚟嘅，咁咧就懷有骨折撞親，咁亦都係即時送咗醫院。